动画片嗯。Teenage Ninja Ninja Turtle, Teenage Ninja Ninja Turtle, Teenage Ninja Ninja Turtle, He was a la ha show, Turtle Pal 全看过，知道什么吗？虽然这发音不太标准，还有还行，但我也猜出来了啊！忍者神龟，说的对，忍者神龟，哎，讲了四个小蛤蟆的故事，他们四个一起成长，长得都暴力了。您都说忍者神龟了，怎么四个小蛤蟆那壳上哪儿去了？哎，四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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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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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啊。忍者神龟，忍者神龟啊，四个小乌龟，小乌龟，对不对？是一个变异的乌龟。嗯，后来啊一点点变成了变异人。嗯，他们也有师傅。嗯，个儿不高，特别黑。你要说这师傅个儿不高特别黑，那那四个小乌龟就是云鹤九霄，你知道吗？疯了啊，那不说咱自己了吗？啊，那不行，那我说那云鹤九霄是冷板凳坐那云鹤九霄。你说不说你？哎呦，可以，不要吸引观众的注意力。不是，大伙儿不要误解，那个他们师傅啊特别矮特别黑，但是特别的瘦。嗯，哎，特别特别的瘦。对对对，他是一个老鼠的形象，他的名字叫 Splinter。 哎，这观众都知道对吧？都看过一个老鼠教他们忍术，平时给他们上课，往那儿一站，来毁藏一排，瞅你们一天天就那一粗一粗的，就在那叭叭叭叭吃披子，一点你都不出息啊！瞅你那损粗，瞅你那损色，我踢死你就得了。不是不是，您这斯布林特怎么跟宋小宝似的？对呀，我看斯布林特宋，那斯布林特也不应该东北口音啊。我家是东北的，我在东北看的《忍者神龟》，我那个配音就这语调的。啊，行，咱再来啊，再看我这个，又到你了，这个比花仙子强多了。看这个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嘟嘟嘟嘟嘟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嘟嘟嘟嘟嘟，噼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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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，突突，怎么了？严鹤翔，我想问问你，是不是人类进化的时候把你给忘了？什么叫把我给忘了呀？你是干嘛呢？你这我这人都能猜出来，我学的是什么？西游记。谁说的西游记？你学全本的高老庄，这是我学的分明是樱桃小丸子。什么东西？你学的是什么？樱桃小丸子。你这在东北就是地瓜丸犊子啊。你学的不叫樱桃小丸子，大家伙都看过，一个小姑娘十分的可爱，梳着一个齐头帘，咱们一块回一回啊，一唱是这味儿的啊。噼里嚓啦噼里嚓啦，巴巴巴啦巴，噼里嚓啦噼里嚓啦，哦嘿嗦啦西啦哩，哆哆哆啦啦啦，噼里嚓啦噼里嚓啦，哦哥那塞哦哟，这是。噼啪，我学的差不多呀，我觉得。不是你差多了这。无非夸张一点呗，反正你的樱桃小丸子，我这大不了来一个车厘子肉丸子呗。这种命题作文啊，确实他完成了工作，但是还达不到好。樱桃小丸子，我就能模仿他的亲人。樱桃小丸子最亲的就是谁啊？他的爷爷一说话是这样的：哎，小丸子回来了。哎，爷爷回来了。爷爷你怎么了？你有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，你有恐高了。我怎么了？这不就樱桃小丸子吗？我学的不像是吧？他说你是高老庄的蜡笔小新。孩子这个跳跃的逻辑思维啊，很优秀啊，适合说相声，应该报考我们这儿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啊，确实。那勉勉强强学上来了。可我这能学这就不易了。我可帮你纠正了啊，我可帮王姐接着唱了。你来呀、啊，听我这个啊。哎，你来点那好的。我来一个特别优秀的国产动画的主题曲，大伙一听耳熟能详的，看咱自个儿了，我就不能让你接上来。来看啊，大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
一对好朋友，快乐父子俩。儿子的头大，手儿小；爸爸的头小，可手儿很大。大手牵小手，走路不怕滑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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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转眼儿子就长大。像话吗你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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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转眼儿子不听话。行，呸！过来，这，说好唱个段片，怎么还占便宜呢？你这，我让你接下句，你自己再说，你唱歌上句，我就能接下句。这里边本身参与的没有你呀。我不用你了，我这我自个儿学。你自己再来一个。就压箱底儿，我学一个。压箱底儿的，你有箱子吗？吓死你了！月棱镜魔镜变身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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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要不，我代表大伙儿消灭我自己。阎鹤祥，咱先不比了，我先问你点事儿。回忆回忆，你小时候看的动画片《花仙子》《樱桃小丸子》《美少女战士》，你小时候看过阳刚点的动画片吗？你怎么着？你小时候是不是八点跟你妈还一块看《渴望》啊？那怎么了？不是你这东西太阴柔了。那我也说上来了。确实，你也是说上来了。前面啊，3-3打平了。打平了。这么着啊，咱们啊一局定胜负，决胜局啊，最后一局了啊。你出一主意。这么着，换换比赛的形式。怎么着？一个动画片，我唱这个片头曲，我来这个片尾曲，咱一块来一个。我接上就算我赢，接不上算我赢。你来，来啊，看看是什么动画片，大伙儿都看过的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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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汤姆，你干嘛去？辛苦哥，辛苦哥，我已经没有脸活了。哎呀，难为阎鹤祥了。梁活确实得下点决心来弄这事儿，但是刚才说翻不上，确实。